Hello 大家主持人，我们继续来玩这个第五人格，是吧？来，我们来玩求生者吧。这么快，我还没有调人，我不做医生吧，我换一个吧，还是换慈善家有什么用？狡猾，身体灵活，收集癖，开锁技巧，律师，我看一下律师是什么，深谋远虑，蛊惑善等人。再切换一个，幸运儿是什么？没有别的，还是换一个啊，我换律师吧。这个是4-5的比例，对吧？什么玩意儿？合作破译机进度是50%。刚才听到心跳声啊。要去找那个发报机破译机的位置。呀，搞不知道在哪里。这也没有世界地图啊，小地图就是一个圈圈，完全不知道点。家医生好像被人抓走了，是吧？这关键就在这里。好怕怕。故意有什么用？看不到。他应该去追另外一个人了。要快。快，又被禁住了。呀，医生被绑了。咱们去救他。
快跑啊！我去，在这桌子瘦的，哎，不行不行啊！饿，就要死了。不行，我玩不动啊，这玩意儿一下就被绑起来了。队友还会过来自救救我，我都不会去救。咦，还会得到医疗，这么好。这个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白光是什么意思？心跳声好近啊，在哪里？小房子里面啊。反正拿来没用，也没说这什么用。咱们离开这里去找别的滑宝机吧，那个家伙都在这里晃悠。不知道怎么玩那个破译密码去吧，这好像是一开始的地方哈、啊。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花炮机什么的？这里这么多，你这柜子还可以躲进去啊？是什么针？可以躲的，这里可以躲的。咦？他怎么知道我躲在这里面？还好奇。又来了。我这出不去，我操，被卡在这里。他是不是守在门口？哎呀，躲的，打死不出去啊！看到我呀，只要通向那个门就赢了吧。他就守那个门了，我操，我这怎么出去？队友是不是都出去了？
跑掉两个，就剩我了。只要找到机会出去就行了。你会看到我？哎呦我的天呀、啊！快跑吧！跑过去就赢了。他怎么不追我了？哎，就这样赢了。哎呀，好危险啊！我去，我还傻乎乎的躲在那里啊。666。好吧，这把就完了。这个尴尬，感觉自己都没打出什么节奏来啊，都是靠队友赢了。